我就看到一个影片，就是他只 focus 在我的这一块，然后从头到尾都没有脸。啊，有这样的影片，就像左边这个一样。对啊，那个名字叫什么？搜寻怎么讲？你心里话。厉害了，对，终于来了。但是打开以后呢，是他。吓坏了，没有头。哎呦，哎呦，这找到了哦。这个被我们找到了。哎，不像哎。啊，所以我跟你讲，女孩子真的好厉害。她只要稍微那个妆法一不同，一改另外一个风格。真的吗？对，让我们欢迎。内衣女王，哎呦，是不是？真的，真的不太像，然后又发色也不同。为什么会叫一个那个家具行的名字 IKEA？ 因为我的中文名字就叫宜家，中文名字宜家，宜居宜家，这么随便，酷啊，好方便。哦 ，IKEA， 你好，你好，我帮你介绍我朋友 ，Dirty， 什么 Dirty？ 你不姓张吗？ Oh, 对对，张 Dirty， 哈哈 ，Dirty 张 ，Dirty 张 ，Dirty 张。OK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这个是内衣广告，对，拍的时候拍这个广告之前有没有挣扎过？因为我也是公司发试镜，然后就去试镜了，可是当时我还很胖。我觉得那个时候这样很胖，我很胖。这是多久以前啊？这是去年，去年一年了，一年。这个中间差几公斤？五公斤啊？有五公斤？五公斤？可是所以这个是有修片吗？因为我上半身本来就是瘦的，但是我下半身我都胖大腿。哦，上面的角度。你进入模特圈是因为失恋？就是没有原因什么？不说了，就是。失恋了，是这样子啊？好笑，那他最会的。对啊，为什么会失恋进？那时候就是高中交的第一个男朋友，然后就是把我甩了，然后就是可能就想要让生活变得不一样，所以就去参加了10的比赛。拍这样的看板，家人会不会有意见？其实也没有漏到什么不该漏的东西，正常的。其他三位女生，这个尺度可以拍的情趣中，都可以，都可以啊，对啊，很健康。Kira 都已经拍成这样，那 OK 了。但是广告其实后来是都是那种女性会想要去抢的那种，对啊，因为你有钱，钱多。内衣广告不是我有研究，是大部分你比方说自己周遭艺人，那这样好了，我们问你一个问题就好，你因为内衣看板撞到头几次？还好那边附近没有东西让我撞，估计骑速那就好。那你不喜欢在 YouTube 看到自己的影片问吗？什么意思？不是不喜欢，是就是之前我有想要去就是 YouTube 找我的影片 PO，就是 PO 在粉专上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因为之前内衣有那个活动，就是一日店长的活动，然后我就去找那个影片，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影片，就是他只 focus 在我的这一块。然后从头到尾都没有脸啊，有这样的影片，就像左边这个一样。对啊，那个名字叫什么？搜寻。对啊。就是你怎么讲出心里话？到时候你了，我没问。那是很失望。就是怎么可以只拍这边？对啊，生气啦，不要对，不要太在意啦，不要计较，不重要的是。你这边好看，人家才拍这边。对啊，他们两个谁拍啊？真的。他上节目要付我们节目钱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回去看，我们播出他们两个脸都是马赛克。哎，那拍这个难不难？会不会很辛苦？就是像这个动作，它是脚，就是看起来好像只有一点点，但是因为它是就是要那个曲线，对，更弯然。对，其实要整个提起来，然后钉在那边，而且又穿高跟鞋，所以就对，就是钉很久，算是你们。女孩子的基本动作，对不对？每一个女孩子都要学嘛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请邱文学一下，学什么？这个动作。哦，预备。这样会不会抽筋啊，徐哥？就这样可以吗？是对的吗？你可以在你的看板旁边，表情，对啊。等一下，表情。看起来像农场的广告。农场所以还是要看人哦。看人农场，对啊，找代言人很重要。农场养鸡，对啊。那为什么会长湿疹？哦，因为那个拍这个广告的时候，就是那时候夏天，然后我在那个内衣里面，
垫了三个水那个水饺垫。三个垫好流汗，讲出来好吗？哎，这我们这这个这体谅一下，是没事。哎，我们问这个问题呢，对不对？怎么会这样三个？因为就是广告它要浮夸，所以要看起来更大更挺，对对。所以就在里面垫了很多个，然后广告就是要一直重复拍，一直重复拍，对对对，对，所以就拍太久了，对，所以就湿疹了。对对对，这一差一点点就是红肿，已经开始，哎呦，开始裂开。其实大家看到什么 model， 他们不管是拍这种任何一个人形立牌，都看起来很漂亮，嗯，都以为很简单，其实后面的辛酸是你们不知道。对，每一卡每一卡一定都起码拍好几个小时，尤其拍那个洗发精、洗澡的，还有天气的问题啊。你看我们那时候拍那个洗发精、洗澡的，哇，怎么洗了一夜，下午两点洗到隔天天亮。对啊，那你这个表情摆多久？这应该是先暂停录影。都是介绍了。那是戏剧啊，戏剧戏剧，懂不懂啊？戏剧戏剧，有没有演过戏啊？不要不要，如果再找你拍，那你还是愿意吗？嗯 ，OK， 还是愿意哦。好，谢谢你，来请坐。谢谢。就是潮汐金，哎呦，哇塞，舒曼曲线 ，CP 白鞋，你有三围是？32C、23、35，标准身材。你好，彩珍吧，是吧？彩珍啊，彩珍，好久不见，彩珍。彩珍好。彩珍笑什么？就彩珍怎么心？好香哦。我。你又看人家的体毛，然后我人家体香，离我这么近。他现在走原野派的。离我这么近，这些优点我都观察不出来，我不是废人，你哥。真的。是不是？香哦。什么香？请问一下，拍广告多久？拍广告真的很认真在拍，是这一年的事情。那以前拍过，以前都比较不认真，因为我还在客串，因为我还在上课，然后是上了大学，比较有时间。以前可能就是大堆头。是哪个学校？淡江大学。淡江，我跟你讲，出美女，淡江的正正，淡江正呆了，我告诉你。淡江的正还是民传的正？我跟你讲，都正。反应真好。那你最近拍了8支广告？嗯，对。有2支是之前拍，然后今年拍了6支。今年现在才几月你就拍6支啊？对啊，几乎每个月都有作品了。就最近比较好一点。最近比较好一点。哇 ，OK。最近就忘记吗？忘记没有。哎，你说你拍广告被晒伤啊？哦，对，因为前一个礼拜去拍了一个广告，然后是在那个室外，然后又打灯，很热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们有8个 model， 然后呢。大家要一起走，然后那个导演就会希望说，哎，大家要看起来很整齐，然后就希望我们脚步一致。军教片哦，不是啦，就是要走起来很漂亮，然后看起来很整齐。真辛苦了，结果不会不会，结果就晒伤。可是怎么让你晒伤哦？真的是可恶，讨厌。不会啊，你是肩膀晒伤还是脸？肩膀。啊，肩膀。哎呀，看现在还在康复中。这个。就是潮汐金，哎呦，哇塞，舒曼曲线 ，CP 白鞋，全家 LED 灯泡，哇！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必须要问，你有三围是？32C、23、35，标准身材，吓一跳，我还觉得吓一跳。我刚刚突然撞起来，还好没拍到。哇，刚刚看那几个广告比起来，吹气球那个广告比较好。嗯，吹气球很棒啊，吹男生吹气球啊。再放一遍。对啊，不是你干什么？你喜欢看男生吹气球，看得出来他的身材啊，其他的看不出来身材。